所有指点作为是锻炼，情况未得以改变，亦从没怨言。面对着寄逢眼内的每一张脸，让我在这里能呐喊，随便。哥哥天生比较内向，但是只要你多花点时间跟他相处，他不只会听你的话，还会不停地跟你说话。我怕到时候你会嫌他烦。游三水，你可能是我最后的一个徒弟，我对你期望很大，你一定要走上正途。我游三水对天发誓，我要做黄飞鸿最好的徒弟。我杀了师父的儿子，对不起师父。给你练字的。不舒服啊？不是，只是，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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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大水壶啊，这次肯定要变成过街老鼠了。谁叫他杀了黄飞鸿的儿子呢？酒品差还喝酒，他借酒行凶，居然把人给杀了。没有自知之明，早晚进去吃牢饭呢。吃牢饭？杀人？吃子弹吧？喂喂喂，说什么呢？吃了屎了？一个个嘴巴这么臭。你说什么泼妇？谁是泼妇？你干什么？想打女人啊？只要你一碰到我，我马上就喊非礼。不跟你这泼妇一般见识，有毛病。别理他，好男不与女斗啊！哼，真不像话！哈，吃饱了没事干，这么讨厌，你去骂别人。三水跟他们有仇啊？你说。这种事情是不是注定的？游三水日盼夜盼就是当黄飞鸿的徒弟，想出人头地。哎，以为终于等到了，谁知道多喝两杯就出事了。黄飞鸿的儿子被他杀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现在评书一直在唉声叹气，桂兰就更没用了，一直在哭。哎，不跟你聊了，我回去看看他们。在学写字啊。嗯，学写字总比学武好。这篇文章是我儿子韩烨写的。本来我一心想要教他习武，希望他将来可以继承宝芝林，把中国武术发扬光大。但是他根本就不喜欢习武，就喜欢读书写字。韩烨小的时候就很聪明，很有理想，
他希望将来可以当个医生，能利用他所学的帮助人，能救人。但是他后来选择当记者，他说当医生只能够救一个人两个人，当记者凭着一支笔就能够救千千万万的人。一直以来他以为我不喜欢他当记者，但是多年来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我全都看了，我看着他一天一天的在进步，一天一天在成熟。救命于水火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，当年我喝醉了酒，犯下了大错，害了你全家，就算现在再后悔也没有办法弥补。我能够做到的是从此滴酒不沾，也不让我的徒弟喝酒。但是没想到韩野竟然死在一个喝醉的人的手上，如果这是报应的话，错的人是我，为什么要报应在他身上？他是无辜的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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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夫早，各位姐姐早。哼，别呆呆的站在这儿，过来吃早餐。来。啊，飘红啊，今天不知道是什么天气啊，不知道吹什么风啊，把你弟弟吹来了。他平时很少来找你的。今天呢，阿帆特地过来陪我去看大戏，因为老爷忙嘛。只好找阿帆来陪我喽。是啊是啊，老爷日理万机啊，怎么能像那些闲人一样辰时卯时都可以陪你去看大戏？是去看大戏才好，老实来向你姐姐借钱成何体统？老爷啊，阿帆呢现在已经懂事多了，快吃。谭总办早，几位姨太太早。徐秘书吃过早餐了没有？哎，再加双碗筷啊。不用客气了，二姨太。有什么事？黄飞鸿的儿子昨晚死了。嗯。哎，这么不小心呢，赶快拿条毛巾来擦干净。知不知道是谁做的？总办还记不记得那天在普陀寺替黄飞鸿挡刀的年轻人游三水？现在警察局怀疑是他做的。听说黄飞鸿本来定了日子收游三水当他的徒弟。啊，那也就是自己的徒弟杀死自己的儿子，真是冤孽哦，真是可怜哦，白发人送黑发人哦。嗯，你跟我来。是。喂，阿帆啊，你说黄飞鸿的徒弟为什么会杀死他的儿子呢？哎，我不知道啊。你说怎么可能呢？黄飞鸿的儿子武功肯定比黄飞鸿的徒弟好，怎么会被他杀了呢？姐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荔湾酒家。喂，阿帆，你昨天不是说去荔湾酒家谈事？姐姐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去房里说。不吃了。姐姐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。你姐姐我有哪次不帮你啊？但是你每次都是这样，在外面闯了祸就跑来找我帮忙。怎么了？这次又要多少啊？姐姐，我要一千块。一千块？你想死啊？我哪有这么多钱呢？我没有。不行啊，姐姐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，如果你不帮我，我死定了。
你死死死，每次都是要死要活的。你当我是开金矿的，一两百我还拿得出来，现在你要1000块呀。还有你啊，你真是无药可救了，早就叫你不要赌了，你现在越赌越大。不是姐姐，我不是欠赌债啊。不是欠赌债，你要1000块干什么？好，你不说是吗？你不说连一毛钱都不给你。姐姐，我要离开广州，如果不走的话我真的死定了。姐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你还把我当姐姐的话，你就老老实实一五一十说出来。姐姐，我杀了人，我杀了黄飞鸿的儿子。你杀了人？姐姐，你一定要救我，我也不想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给杀了。姐姐，我现在很害怕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我真的不想死啊。姐姐，你不要吵，你不要吵，你不要再叫了，你让我想一想好不好啊。不用怕，刚才徐秘书说了，现在警察在通缉的人又不是你吗？黄飞鸿的徒弟当了你的替死鬼啊。不是姐姐，但如果万一……弟弟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有没有其他人亲眼看到你杀人啊？当时很乱，很多人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，但是应该没有。我就你一个弟弟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徐秘书，二姨太，老爷呢？总爸在书房处理文件。徐秘书，希望你帮我一个忙，我想你帮我弟弟，他闯了祸了。跟李纨酒家的事有关？杀死黄飞鸿儿子的不是尤三水啊，是阿帆啊。你这次真的要帮帮他？已经有替死鬼了，大家都说尤三水是杀人凶手，万一被人查出来怎么办啊？又或者有人看到是阿帆杀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一个弟弟，不能让他被抓。其实你可以直接找总办，总办可以帮你。不能让他知道的，他一定不会放过阿帆，他不会帮他的。总办帮不了你，我也帮不了。对不起。徐秘书，你可别忘了，你也有事情不想让老爷知道。你是不是想我告诉老爷，他的秘书曾经亲过我？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啊，只要你肯帮我弟弟，一切好商量。好，我去警察局了解一下，现在被通缉的人是尤三水，叫你弟弟不用怕。好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病人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可能过不了今晚。你不是说这是特效药吗？可以救他的，为什么用啊？可能这种药对他不起作用。你不要跟我说废话，你是医生，我请你回来就是为了救他，他不可以死，你一定要救他。总办，他好像醒了。李大哥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你不可以死的，我一定要把你治好。你还记不记得你有个儿子？真的，你还有个儿子啊，李大哥。为了儿子，你一定要振作，要坚持，你要振作啊，李大哥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救他！
一剂不够就用两剂，这不用我教你吗？但是药量太重，我怕病人的身体受不了。你都说他会过不了今天晚上了，你救不了他是死，如果药量太重他受不了也是死。我现在有钱，我要你给他打特效药，有多少打多少。徐秘书，给我盯紧他，要是他死了，谁去对付黄飞鸿？他死了，游戏还有什么好玩的？明白。黄飞鸿，你儿子死了还不够惨，我要亲眼看着你被雷刚打败。到底你的心里有什么放不下，又或者有什么心事想跟天父说呢？阿龙，阿龙啊，阿龙啊，让我见一见阿龙，我不报仇了，我不报仇了。爹，阿龙，爹，阿龙，爹。阿龙，爹，你不能碰我，你不能碰我的，爹。阿龙，你别走，阿龙，阿龙，你别走啊。怎么都坐在这儿？老板娘，不想干了。不是，又没什么客人。是啊，以前三水在这感觉热闹多了，现在好像很安静。对啊，是啊。找点事情做吧，去拖地。哦。老板娘，青菜我跟阿花已经摘好洗好了。超哥说够今天用的了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们想去虚室把海味拿回来。想去凑热闹。哎，那个是不是三水的妹妹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长得眉清目秀，跟三水长得完全不一样啊！哎呀，当然不一样了。别说他杀了人了，就算是以前，我觉得他目露凶光，眉清额窄。还有啊，三水有三白眼，可能随时死于非命啊！哎，小心小心了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啊，口臭的人我见得多，臭成这样真是前所未见。我认识你，平时叫三水拿两笼叉烧包只付一笼的钱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还有你。付一位茶钱就叫三水拿一斤茶叶给你带回家去，你以为我没看到啊？平时有事求三水就把他当成朋友，现在人家一出事就落井下石，说他会死于非命，你们真是恶毒啊！小心以后会有报应，太离谱了！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不做你的生意！快走！走走走走走！现在走！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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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走！死于非命！太离谱了！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啊，老板，老板，发生什么事？是不是有人不给钱啊？真是没用，我一
直都跟自己说，不可以哭，一定要撑下去。自从大哥出事，我每天经过顺风里，我都告诉自己，不要管街坊怎么说，怎么看。我每天回到妇孺区，就算周围的人说话再难听，我都想自己忍住，但是我觉得很难受啊。难受就不要忍了，那些坏人说什么你就当他们放屁了。别人的闲言闲语我都可以忍，但是叔叔他表面好像没什么事，可是晚上我听到他在房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第二天我看到他的眼睛布满血丝，我就知道他比我更辛苦，他比我更担心大哥。你们叔侄两个，他是这样你也是这样，干嘛要硬撑啊？万一大哥真的像刚才那个客人说的，我看见你们叔侄两个我就生气，一个躲在里面哭，一个在外面哭，你忍，你就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不如想想看怎么样才能帮助三水，如果你想帮他的话，你就想办法把他找回来，这样才能帮得了他，对吧？不要哭了。喂，不要着急，慢慢吃啊，你这样吃会噎着的。老婆敏，我这样你都肯帮我，你这辈子都是我好朋友。你看你脏兮兮的，我回去拿两件衣服来给你换啊，你留在这儿等我，千万不要走开。但是等我啊，别走开。喂，是不是帮你们抓到游三水就能拿到200块奖金？游三水在那儿，别让他走了，抓住那个杀人犯。你想干嘛？哦，你也想叫警察来抓我拿奖金？你说什么？趁警察往别的方向追，你还不跑？你不是？哎呀，我还不至于那么爱钱，赶快走吧，走啊！哎，晚上12点在榕树头的破屋子等你。阿花。哎呀，晚上再说吧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有客到。通知师傅。是。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谢礼。唐总办有信了。
黄师傅，一直以来，黄师傅在唐某眼中都是气定神闲、气派稳重的一代宗师。但是没想到，今天的黄师傅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果然是切肤之痛。何况令郎还这么年轻，怀着一腔热血，就这样走了，真是壮志未酬，天妒英才。黄师傅，你还是节哀顺变吧。这次令郎的不幸，我也很难过。不过黄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吩咐警察厅日以继夜，全力缉拿凶徒归案，为令郎伸冤。总办，警察厅已经查到，杀害黄汉业的凶手是黄师傅贵入门的徒弟尤三水。那又如何？黄师傅大仁大义，处事公正，就算是自己人犯了法，他也一定会大义灭亲，绝不会徇私的。当然，杀子凶徒竟然是自己的徒弟，上天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，是不是黄师傅？韩博，你怎么了？不笑了，不笑了，我要去找弟弟。韩博，我要去找弟弟。啊，对呀，黄师傅还有位很特别的公子，令郎与众不同，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。看来宝芝林后继有人了。你真的来了？就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当然会来了。来，帮你拿了些衣服，还有干粮。阿花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。平叔跟桂兰也很关心你，只是他们没有见到你，正好让我遇到你了。平叔跟我妹妹现在怎么样？也跟你一样，没好日子过，一个唉声叹气，一个整天都哭。都怪我不好，害人害己害死人。都盼到了能做黄师傅的徒弟了，为什么要去喝酒，还喝得闹出人命，还杀了？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黄师傅，哎，对不起妹妹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打自己啊？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打自己他也不可能复活。哎，那我这里有一点钱，你拿去吧。老婆，那听清楚，我帮你找好人了，明天一大早你就去城外的渡头，那里有个叫阿耀的船夫，他会把你送去香港的。去香港？难道留在广州等着被人抓？明天是黄师傅儿子大猎，到时候他跟他的徒弟肯定不会到处找你的，你就趁这个机会赶快走，听懂没有？我怎么去啊？我一个人怎么去香港？我在香港无亲无故，我活到二十几岁，从没离开过广州。你现在杀了人啊，你留在这里被抓到要行刑的，你是不是想死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黄师傅的儿子的死已经成了事实，杀了你偿命，他也不会复活。现在最要紧是你要替自己打算。总之，明天你离开广州，到了香港之后，就可以重新开始了。你会去香港看我吧？有时间我就会去。你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哎，你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叔叔，还在担心大哥？现在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不用担心了，三水走了。
他早上坐船去香港了。那不就是逃避？逃避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。对呀，他不可以这样一走了之的。好，那能怎么样？你们教我了，难道站出来让警察抓？你们两个实际一点行不行？臭小子，舍得回家了？你干什么？拿着行李去哪里啊？娘啊，我不得不走啊。你走？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？杀人的是三水，又不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走啊？娘啊，你说什么呀？谁说三水杀人了？啊？宋谷明，我大哥不是喝醉了杀了黄师傅的儿子吗？他当然没有了。阿明，你快说清楚，那晚三水在荔湾酒家没有杀黄师傅的儿子。评书啊，水哥哪有杀过人呢？哎，那黄飞鸿的儿子是怎么死的？那天，因为水哥终于能当黄飞鸿的徒弟，那我们几个人就想为他好好庆祝，结果水哥喝多了，跟人吵架，后来还打了起来。黄师傅的儿子看到就出来劝架，不要，啊，走开。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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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凡哥，快走，走啊！啊！水哥，走啊！水哥，醒一醒啊！我看闹出人命，吓得半死，所以就躲起来了。我今天回来拿几件衣服，准备要去东莞了。真要命！现在所有人呢，都以为三水是杀人凶手啊。哎，阿明啊，那你知不知道谁是杀人凶手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杀人的是裹尸的那个李帆。叔叔，大哥他没有杀人。三水他没杀人。是啊。你还记得这个指针吗？我记得，我还用这根棍子打你，让你认错，你死都不肯认错，比谁都犟。其实那时候我知错了，只是当时死要面子，不肯低头认错。你现在不止没欺负人了，还会用笔去帮人。汉义，对不起，师父。对不起。喂喂，走路看着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汉堡，汉堡。什么事？是三水。其实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最重要就是会改。既然爹你都肯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为什么不能给三水一个机会呢？黄师傅，黄师傅，三水没杀人。三水，三水，三水！大哥，大哥，黄师傅他真的没有杀人，他可以离开都没离开，他是冤枉的。三水，黄师傅，我大哥没有杀汉业，杀人凶手是另有其人。顶官啊，我亲眼看到杀死黄汉业的凶手就是裹尸的李帆呢，这件事跟游三水没有关系，你快去抓李帆呢。警官啊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啊？警官，我儿子呢？他在哪里啊？娘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还问呢？警官说你抢东西啊，要我来保释你啊，臭小子！我没抢东西啊。大神，你不要再骂他了，我们现在还在调查，可能跟你儿子无关的。你先去外边等一会儿，调查清楚是误会的话，就会放了你儿子的。那求你们调查清楚，我儿子不会干坏事的。大婶啊，现在呢你出去坐一会儿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走啊。没事的，你放心。我常见到一些盗窃案都是有同党的，有的贼老到你娘那个年纪还干坏事。警官，你说什么呀？跟我娘没关系的。刚才你说是谁杀死黄汉业的？想清楚之后再说。你不用害怕，苏谷明会跟警察说清楚，你很快就会放出来的。带走，走，走，走。三水，没事的，不用害怕，别再看了。这边。回去啊，给你去去煤气。苏谷明，情况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不是跟警察说清楚了？是啊，都说清楚了。当然说清楚了，不然怎么会放人呢？阿明的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阿明他我娘陪我来而已。娘，你不是有点晕吗？快点回家吧。我没晕呢。苏谷明，谁是游三水的家人啊？我是他叔叔。是不是可以放他走了？现在要证人证实他于5月16号晚在荔湾酒家杀死黄汉业。啊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个证人是谁啊？是一个叫李明的人。不可能的。苏谷明是来证明我大哥没有杀人，杀人凶手是李帆，你们有没有弄错？警察是不会弄错的。李明在供词上签了名，指证游三水，你们回去等通知上庭吧。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是弄错了。你们不放人，我们不走。我大哥是冤枉的，你们放他走吧。再不走，连你们一起抓。哎呀，平叔，这里是警察局，这样帮不了三水的。哎，
警察大哥，你们不能放他走，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？麻烦你了。别待太久啊，三水。铁叔，我能走了吗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事情还没弄清楚吗？妹妹，你怎么哭了？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呀？苏谷明还没跟警察说清楚那件事吗？苏谷明改了口供，跟警察说是你杀死黄寒玉。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啊，一定是弄错了。苏谷明呢？你叫他来，叫他来说出事情真相啊！啊！我没有杀人呐，我没有。你说来自首，把事情说清楚就没事了，为什么变成杀人犯？杀人犯要处死的，我不想死。三水，放我出去！三水，你不要这样！放我出去！三水，我没杀人，不要这样！我没有杀人的，三水，放我出去！你听我说，不要这样了。你们不要这样，想办法证明三水无辜，不是更好吗？现在哪还有办法？索古明在供词上签了名，说大哥是凶手啊！刚才索古明表情不太对劲，肯定是有古怪。要救三水，不能再指望他了。那我们能怎么办呢？平叔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，平叔，我真的不想死。不可以，三水没事的，不可以死，我不想死啊，妹妹。哎呀，你们三个不要吵了，小心警察对你们不客气。三水啊，你忍耐一下，我们会想到办法的。